個輪船咧就係、我哋攞多咗啲資料咧，就由個船公司啦。咁啊，知道其實喺1月19至1月24嗰班船咧，其實就有4000幾人嘅。咁有一部分喺香港，即係有少部分喺香港上船啦，有大部分都係喺南沙嗰度上船啦，有少少喺越南上船。咁佢哋一共咧就係、是、有4482位人士咧，就喺南沙咧就登岸喺1月24號。咁206人咧就喺香港登岸。咁我哋因為喺呢班船入邊咧，之後我哋知道由廣東省嗰度嘅消息咧，就知道其實佢哋喺嗰度咧就有8個確診嘅個案。咁所以呢4400呢4000幾人入邊咧，有206個人咧係嚟咗香港嘅，喺1月24號。咁我哋都係呼籲佢哋咧就盡快接觸我哋嘅，即係打電話俾我哋嘅熱線啦。因為我哋暫時咧都同船公司就聯絡緊咧，都未真係揾到佢哋嘅電話號碼嘅。咁佢哋都揾緊嘅。咁所以，但係因為1月24號去到而家咧，都接近第13日嘅啦，都幾乎係過咗一個最長嘅潛伏期嘅啦。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可以聯絡到佢哋啦，咁知道佢哋冇嘢咁樣。